亲爱的凯奇宝贝们，最近好吗？总能从赖的那一方收到你们充满青春活力的声音。雨萱老师，我这周练了4天，练了5天。雨萱老师，我好想你哦。近期各年龄层的孩子都在经历着不平凡的挑战，在疫情下如何经历小考、大考、会考，而父母也同时努力着平衡工作与孩子的生活。这周末好多孩子迷茫地来问我，我的未来在何处呢？我还想检定，但时间来得及吗？我想再为我的青春拼搏，现在才参与网课会太迟吗？孩子，地球一览转动，分分秒秒流逝，当那天疫情停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是那个你还在疫情中消失了，失去了再战的能力与专业？没关系，从现在开始跟着雨萱老师一首歌一首歌的建筑，强化自己，升级到 2.0 吧。让我们一起手牵着手，一起度过这段苦涩而美好的生活。端午节快乐，孩子们，每个梦想都值得被尊重哦。爱你们的雨萱老师。